画眼线，画个眼线，一看就会的方法，让眼睛看着更有神。画眼线之前给你们推荐一个这个眼线笔啊，你大家看一下，它不管画多粗，不管画多细，它都不断水啊，笔头特别好，弹性毛刷头。咱们选这眼线笔就是选择这样的，如果太软它跑形，如果太硬它出现锯齿，这个笔头是刚刚好的，姐妹们啊。然后画眼线，眼睛向下看，沿着睫毛的根部啊，手抖，把手放在脸上，找个支撑点，想一笔成形更要手轻。姐妹们看这眼线是不是不断水，然后啊咱们把睫毛的根部填实，记住啊，画眼线一定要把睫毛的根部给它填实。很多人画眼线画到这儿，是不是？给你们说一下，眼线笔还有一个用处，还有另一头极细的笔头。你们眼尾画不好的，很多人眼尾哎越画越粗，越画越粗，姐妹，这个眼线笔的另一头，看到了吗？想画出你都画不出，因为它是极细的笔头，看到了吗？你还可以画下睫毛。看这小睫毛画的自不自然，姐妹们，推荐你们用这个眼线笔啊，再给你们说一下子，这个笔两个头，一个嘎嘎细的，看到了吗？一个是弹性毛刷头，不软不硬的啊。这眼线笔，如果你画过眼线的人，一次你就能知道它有多好用了。